微风吹拂倦了的面孔，夜色朦胧，独自遥望星空。读书呀，在上学。在学什么？工程。工程专业。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十二点还差几分钟。弟弟跟康康他们两个再战一局，然后他按不到十五楼，就是我们一进来了帮他按了一个二楼，说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获得进赛事西部代表队，获得亚军赛事铜牌。只要你高兴，只要我能看着你，能保护你，让我怎么样我都愿意。向你呼吸，都必须和天降血战一场，和你融化梦境里，再也不能想见这个家。你不就是法力比我厉害吗？整个水云天随便谁法力都比我厉害。怎么样，来个自我介绍啊？来个自我介绍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完头了，谢谢天天。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突然激动。